丽曼主，您不走吗？啊，我没有赶你走的意思，您待着。今天去赌场了？嗯，去了。 不是你该去的地方。是，我再也不敢去了。借我十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去了。他怎么也在？ 起身了，哎呦，啊，我的腰！哎呦，厉晨岚怎么来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刚一进门就看见他和大伯父在那儿，好吓人！厉晨岚真的好可怕呀！明明是你大伯父比较可怕吧？明明厉晨岚比较可怕呀！随便你觉得谁可怕，总是没让他们看出破绽吧？应该没有吧？哎。